大家好啊！咁啊，今日星期四，咁我准备星期五，即系18号，11月18号嘅放假啦，日日放假啦，劲啊吓！咁啊，可能会拍下片啦，系啦，同埋我会 up 冇事，系啦，同埋我会即系upload 埋嗰个新年嗰、那个2016年新年嗰个车票，系啦。咁啊，應該大概11點、12點或者1點就會 upload 噶啦。咁今日嚟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